及二刀流大谷翔平均将在大联盟登板。资料照美联社。早安，自由体育为您献上精彩赛事与转播。首先，清晨就有大联盟赛事，由天使做客运动家。本季加入大联盟的日籍二刀流大谷翔平将首度先发登板，曾经以165公里飙出日职最快球速纪录，今天的表现将是一大焦点。运动家则派出葛赛特 Daniel Gossett 先发，上一季他缴出4胜11败，防御率6.11。篮球方面， NBA 有两场赛事转播。首先由目前东部排名第七的公路做客丹佛，主力球星字母哥雅的托昆波 Giannis Antetokounmpo 上一战攻下全场最高32分，力求进入季后赛。而与快艇并列西部第九的也有中锋约基奇 Nikola Jokic 坐镇，想必精彩可期。另外，西部强权勇士将在自家主场迎战太阳。勇士前阵子伤兵累累，杜兰特 Kevin Durant、 K 汤普森 Clay Thompson 近期才陆续归队，在近10场比赛中拿下4场胜利。太阳则陷入低潮，连续吞下14败。 NBA 7:30，公路 VS 金块，艾尔达体育一台。8:30，太阳 VS 勇士，未来体育。 MLB 4点，天使 VS 运动家。 FOX 体育一台，明视。